但是问题我讲了很多次、哦、我一直都以为是 LUPAD、啊、但是你们没有换 UPAD 啊， UPAD 在我这边啊，你们下龙沟那个 floor track 的 UPAD、哦、那个因为有可能那个 U elbow 啊有 crack 还是什么、哦、所以没有用的时候 OK， 一有人用水就一直进来，但是现在你的是盖住那个 trap、啊、那么水针里面你的 waterproofing 没事，但是假如有一点水漏到那个 U、哦、那个 crack 里面就会有水、哦、你明白吗？所以假如你要安全起见，我的提议是换掉 U-butt、嗯、不要换不用紧，等你们勒了 floor 刀再来给他用 toilet 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啊，因为 waterproofing expert 讲是地下有问题啦，他没有讲 U-butt 还是什么，但是他有说 floor track 的四周围要注意一下。